解读 a 股，去说美股，畅谈港股。欢迎来到知乎者也说财经的频道。知乎者也的朋友们，我是康哥。今天我们来聊一聊网易云音乐。网易云音乐于五月二十六日向港交所递交了招股说明书的申请版。相信很多人已经读过其中的数据了。在线音乐服务的月活用户达到一点八一亿，月度付费用户一千六百万，日活用户日均听歌时长七十六分钟。 充分说明了这个平台的强大生命力。调整后的亏损率逐渐收窄，也体现了财务上的潜力。我一直比较热衷于观察各种内容社区，所以我同样在关注这份招股书。不过，我最感兴趣的是两个数据，他们充分定义了什么是网易云音乐以及网易云音乐不可替代的价值在哪里。截至二零二零年底，网易云音乐百分之八十九以上的活跃用户是九零后。 二零二零年的新增用户有百分之六十是零零后，相比之下，B 站则宣布自己有百分之八十六的用户在三十五岁以下。由此，我们可以大致推断，网易云音乐的用户比 B 站更年轻，而且是年轻一大截。网易云音乐的月活用户当中，有百分之二十五在以某种方式产生内容。截止二零二零年底，用户产生的歌单超过二十亿条。 二零二一年二月，有百分之四十八的听歌者浏览了评论区，这说明社区里的参与度和创造力比较旺盛。每当媒体或券商分析师提到 Z 世代喜欢的内容社区时，他们总是会举出抖音、B 站、小红书的名字。我很奇怪的是，网易云音乐有时会被忽略，这可能是一个不小的视野盲点或者说疏漏。 腾讯音乐作为网易音乐最大的竞争对手，规模比网易云音乐大不少，拥有版权和产业链的优势，上市时间更早，实现盈利也更早。在这么强大的竞争对手面前，网易云音乐还有机会吗？网易云音乐和腾讯音乐的区别在哪儿？腾讯音乐更适合标准化、工业化、流行爆款内容的分发，套用电商平台的概念，就是大标品走量。 网易云音乐更适合个性化、社区化、垂直内容的分发。套用电商平台的概念，就是非标品多 SKU。腾讯音乐的内容策略是采购主流音乐版权，逐渐渗透到主流音乐产业链上游，从而满足用户最主流、流行的听歌需求及买矿。网易云音乐的内容策略是从个性化的创新功能入手，搭建社区生态。 从而满足用户对垂类原创内容的需求，以及人和人之间交流的需求，这也是其独特之处。即建村子，腾讯音乐还有一块庞大的视频直播业务，主要在酷狗和全民 K 歌，这也是它的现金牛业务。网易云音乐也有类似业务，起步较晚，规模不算很大，但增长比较快，也已经呈现出在线音乐和社交娱乐两大板块并进的态势。 对于任何一个年轻用户而言，根本就不需要在腾讯音乐和网易云音乐之间做出选择。当他想听付梦彤或硬糖少女三百零三时，就会打开 QQ 音乐或酷狗音乐；当他想听民谣、实验、二次元或广播剧时，就会打开网易云音乐。在这两个平台之间，对哪个分配的时间多一点，买哪家的会员，取决于他的音乐偏好。 他所处的圈子，以及他对在线社区氛围有多重视？打一个比方，腾讯音乐就像爱优腾，拥有更多顶尖的 S 级内容，善于创造全网话题，以高成本博取高流量、高收益。网易云音乐就像 B 站，以垂类内容为大本营，注重用户与创作者、用户之间的交互性。众所周知，爱优腾到现在也没有吃掉 B 站，今后几年内吃掉的概率也不大。 相反，B 站给他们带来的压力很大，所以我觉得网易云音乐也不会被吃掉。买矿有买矿的路子，建村有建村的法子。截止二零二零年底，云村已经拥有了二十三万名注册独立音乐人，所有音乐播放量的百分之四十五来自独立音乐人的曲目。这就是 PUGC 的魅力所在。在视频领域，PUGC 见证了抖音、快手、B 站的崛起。 占据了大部分的用户观看时长，在音频领域 p u G C 才走出了第一步，还在逐渐提升渗透率。我相信，在全民 U P 主时代到来之后，全民音乐人时代的降临也只是个时间问题。而且与视频平台不同，音乐平台的版权未来会更加开放共享。到那时，整个市场将更深刻的意识到云村的独特价值。不过，由此也带来了一个新的问题。 网易云音乐正在出圈，仅仅二零二零年 MAU 就增长了三千三百万，付费用户则翻了一倍。根据经验，内容平台的出圈往往伴随着会破坏垂类调性，冲淡社区氛围，从而损害用户体验。当年的微博，现在的 B 站都面临着类似问题，甚至出现了剧烈的观点撕裂。那么，无论是用户还是投资人，无疑都会担心。 类似的事情会不会出现在云村？对于这个问题，我倒没有特别担心。过去两年，我平均每个月会打开几十次网易云音乐评论区，没有感受到什么显著的氛围变化。上面提到过，网易二次元音乐评论区的氛围往往比视频平台的番剧评论区要好得多，后者充斥着各种党争、引战、抬杠，前者却只有温情脉脉的讨论。在观点日益撕裂的社交网络上。 云村简直就像个世外桃源，为什么呢？我觉得这首先是音乐的特殊属性决定的，它是感性的、纯粹的，承载着人们内心比较软弱的一面。我们可能会对《新世纪福音战士》的女主角究竟是绫波丽还是明日香抱有不同意见，但是当听到主题曲《残酷天使的行动纲领》时，内心只会充满对少年时代的回忆与眷恋。 顺便吐槽一下，出号机的停电会带来何种严重后果？那些最流行的偶像音乐会引发一些饭圈的踩踏行为。不过，我在几个饭圈的朋友那里了解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偶像初次在云村发歌时，不少粉丝会互相提醒注意评论区的礼仪。这说明平台自身形成了比较明确的某种氛围，虽然很难用一两句话概括它。反过来，也会影响用户对自己言行的预期。 精细化的推广和运营策略也是非常必要的。如果你在很短的时间内不分青红皂白的引进一大群用户，又没有通过良好的运营机制让他们各安其位，那么社区氛围必然会被破坏。这就是过去半年 B 站得到的教训。过去三年，B 站 MA 六保持着百分之三十一的复合增速，从而将出圈节奏控制在合理范围内。它的内容运营和社区运营机制也一如既往的高效。 从而保证了用户体验不出现显著下滑。在长期，音乐社区或许是所有内容社区当中最具生命力的，因为音乐本身的价值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增加，成为一代人的共同记忆。时至今日，我们仍然在听披头士，尽管这个乐队已经解散了五十年之久。八九十年代的粤语金曲仍然会回荡在每一个港式茶餐厅，尽管主唱者很可能已经去世。 如果你能理解上面的一切，你就能理解网易云音乐的价值。其实也就是音乐社区形态的价值。在移动互联网人口红利消失、垂类内,内容和社区调性越来越受到市场重视的今天，这种价值将得到真正的认可，而且持续相当长的时间。感谢您的观看，喜欢记得点赞和订阅我们的频道。